干嘛呢？跟你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，你听不懂话是不是？不然是小区业主，我回家取东西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你说是业主就是业主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小偷？我家就在15号楼2单元301，我还有门禁卡。门禁卡，该不会是你偷的吧？哎，太过分了吧！这小哥我见过，就在我家楼下住着呢。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安全，反正穿这身皮就是不让进。用得着这么拼命吗？干点正事。我们做保安，管管那些业主就行了，不该管的就别管。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，犯不着。啊，大哥，这个方你说几遍了，就不能停车，不能停车，说不进去，胡闹，烂面包车进不去了，这是你进的地方。来了，慢点啊，一定要慢点啊。这几天是怎么了？你真的没有见我的快递吗？里面的东西很贵重的。快递不见，你给送快递的打电话。保安室又不是放快递的地方。你给我等着，让我看看有多贵重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不就是